我操，这把武器，这把武器命中再高，他妈拦不住你了。16段宝石乘以25的命中，再加上657，再除以个3，再加上个659，45，再乘以个0.57，加上一个25.65，这把武器1036这把武器应该是六位数了吧？六位数了啊！出伤903.65，还是仙族，人族可以更高，人族的话45再乘以个0.67用657除以3，谢谢帅气的猪哥，中了一个毛衣是98，又刷了个火箭，又亏2块，再加659，787，45再乘以个0.67，加上一个30.15，这把武器908再加上133.33，1041.48，等于存力敏女大唐，女大唐用这个武器怎么说呢？没有女凌波城屌啊！希望你永远不要懂。这把武器要多100命中，我操！他908出伤是吧？他再多100命中，再加上个加多100命中加33再加上133.33，我操，他要多100点命中，跟他们飞砖用的神器一样了。这把武器伤害659，敏捷45仙族0.57，人族0.67。这把武器我为什么说用凌波城比大唐好呢？因为大唐1040多的吧，他有点不上不下但是凌波城1040多，他是华山界的王者。一个武神坛的大唐现在基本上已经看不到1040多的武器了现在没有哪个服务器的服战大唐1040多的武器，大家仔细想，就是你要1060就有，但是1040它就没有但是凌波城啥的就可以用明秀的也没有明秀的是1060的刀